这里啊。民宅三楼传出喊叫声，听起来像在打架。屋主见到警方却满头问号。这连剑刀啊？人不羞怕。快打部队一行20人到场，却发现只是剑道团体在练习。超乌龙案件，连警方也笑出来。麻烦姐，麻烦姐，要拍个鱼好球，安尼原来是连剑刀啦。跟着屋主的脚步进入民宅三楼，真的只是一个练剑场。十个民众穿着全身装备在练剑，警方上门，全部的人都傻眼。练习剑道，没有打架，确定。确定，谢谢。彰化市饶姓屋主本身是剑道爱好者，自家三楼设有剑道场，每个礼拜四都有剑道俱乐部。啊，叫冷瓦固啊？头十个人哦。十个人。今麦是天家联络外围来，唔敢叫，我那稀稀叫叫了。刚好住家对面盖了新的停车场，许多外地人经过不知道，再加上窗户没关，厮杀声外漏，才有人吓到报警。乌龙事件连副分局长都到了，将透天厝团团包围，让人哭笑不得。记者陈胜阳、经理云杰，彰化报道。